好把你给吵醒了呀？没有。回家睡吧。舅舅，你白等会了。怎么会呢？等待总是不负的呀，就把你等。起来吧。你别等我了，我还有加班呢。要回去就一起回去。好吧，有些事情不是勉强就能做好的。今天呢，先回去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周末我陪你来加班。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特殊的奖品。你说你这日子选的？想什么呢？我说今天晚上给你煮宵夜。走啦。走吧。我觉得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明天我会宣布一个我最不想说出来的话，就是我会让李德带着你的提诺上路演。我跟你说，这一行我干了十年了，研发就是这样，成者王，败者寇。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，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别让我担心你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我，但其实我有想过，即使我现在输掉了全世界又怎么样呢？我有你在我身边就够了。大不了每一天回来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，每天可以抱着你睡觉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干嘛那么愁啊？会吗？当然。真可惜我们家没钱。只要心里有就可以了。你要不要学？我教你。你看这样像不像一个钢琴啊？我以前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面，总觉得空空荡荡的。即使音乐响起来了，我也觉得一个人挺孤独，挺寂寞的。自从你来到这个家里面，我觉得整个的屋子都活起来了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你这么说，我就是你生活的意义了。那你要对我好一点啊，这样我就能永远在你身边了。永远有多远啊？我们两个人都经历了那么多，过去放下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你说这个永远有多远？
永远。你怎么了？我懂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别闹，许诺，快快快，跟我来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跟你去。你快点，跟我来呀！你肯定有病，童宇。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对不起啊，宝贝，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时候突然间脑子里边灵光一闪，就有了一个你想要的想法。不是你这到底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你的话让我想明白了一切。我的话，放下一切，放下顾虑，清空自己，才能够走向永远。是我刚才提醒了你什么吗？对。嗯。我之前对全自动物流体系啊，我太在意了，所以一直在做加法，让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。所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做减法，我只保留最原有的类型地图，然后我会给 Tino 机器人设计一套全新的深度学习算法，让他自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，在路面上去学习，去碰撞。自己去领，不管是在多么复杂的路况之下，或者小区里面，他都可以自主学习，因为对于他而言，都是一样的。让他自己去感受学习。我觉得你的想法风险太大了，一旦他不成功的话，最差不就失败了？只要对项目有所突破。成功和失败有那么重要吗？笑什么？因为我的童宇不会失败。你这样下去，结局可就定了。你得想好。怎么样了？深度学习的算法已经构建完成了，接下来就要看他的接受能力和具体表现了。